到边呢。哇，超多朋友的，今天还开心吗？开心。心情好不好？很好，我跟我一样，我今天看到你，我也觉得非常有活力，心情很好。然后，我最喜欢看到大家热情的样子，还有刚刚很多的手都借给我啊，很多很多的尖叫声啊。等一下，如果我唱的歌有你会唱的，就欢迎你跟着我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好，好，一千万次的泪水哦。我下一首要唱我的新歌，那不然我清唱两句给你听。一千万次的泪水，掌声。唱副歌。
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？它叫《难得幸福》。祝福大家今天在现场的每一个朋友，2018年幸福都不会很难得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跟我说话吗？你要海报？谁？我。哦，好啊，没问题。你也要哦，你要握手，好，你等我一下下。好，你要海报，我答应你。那还要听歌吗？要。你要听歌，我也答应你。那你想要照相吗？要。照相我也答应你。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下一首歌跟我一起唱一下？好。不管它是什么歌都要唱哦。好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这首歌，世界闻名的水果歌。小孩都会唱，听到这个节奏把双手交给我，超整齐。你们是不是有偷偷练习过？怎么这么有默契？目标的朋友也一起好不好？耶，准备哦。我就像一颗种子，头顶掉落的果子，今天是个伟大日子，接很快，摘下星星送给你。海报，
但是越来越少了，怎么办？给你，你要不行，你要想一点方法得到它。我还有一个主意，再唱一首歌，然后你也要一起唱，这没有很过分，你一定做得到。需要我教你唱一下《存在的力量》吗？不要。有人说不用，有人说要。我说好哎，等一下啦，我教他们一下。需要学的举一下手，不要害羞。今天就让你学会，只要唱《存在的力量》五个字就可以，其他交给我。好，我们复习一下。副歌快要唱完的时候，你会听到几句是长这样子的。为了这一个属于你的地方，主角一步步步向一切的代价，就全力嘶喊吧，为你就一起大声唱。只要一个属于